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35页，335页，我们从第六行看起。百千三昧，今天我们道场有缘，当代律宗大德，上国下亲，老法师光临我们的道场，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老律师也为我们做证明，千经万论无不回归净土，到最后这一句佛号，我们非常感谢海贤老和尚用了92年的时间做最后的表法。表法我们做了多次的报告。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信愿持名决定往生，这不是假的。他老人家不认识字，一生没有读过一部经，甚至于跟大众在一起做早晚课，他仪轨都不知道。他怎么做呢？始终就是一句佛号。给我们做证明，这一句佛号实实在在不可思议，末法众生。今天我们讲这段文，百千三昧会疏云，百千三昧者，众生无量，心性不同，有利有钝，于诸皆是，有厚有薄，是故菩萨行百千种三昧，断其尘劳。譬如为诸贫人，欲令大富，当备种种财物，一切具备具，然后能及诸贫者。这个比喻我们上一次学的这个地方，那么接着呢，
又如与之诸病，当备种种中药，然后能治。这个里头我们要注意的，三昧是一，三昧就是禅定，禅定的根本是自性本定。宗门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把自信用20个字描绘出来，淋漓尽致。自信是什么样子？第一，本自清净，从来没有染污过。染污的是什么？染污的是妄心，是阿赖耶、摩那意识。第六意识的分别，第七识的执着。不是自性。阿赖耶从哪里来的？一念不觉而有无明，这叫根本无明。这个根本无明就是阿赖耶。所谓无明不觉生三习，境界为缘长六祖，越迷越深，迷了之后回不了头来，这就变成六道凡夫。本来是佛，真的是佛，不是假的。转世成智就成佛了。怎么转法？我不用80、50因缘所，只要你把这个东西放下，性德就现前，你所用的就是自性。跟如来果地没有两样。可是众生迷得太深了，迷得太久了。众生无量，心性不同，根有利有钝，戒时是烦恼，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这种种烦恼有厚有薄，不一样啊。菩萨度众生，帮助众生回头，必须要因病与药。众生是什么样的根性，菩萨知道啊。所以84000法门就是84000三昧，无量法门那就有无量三昧。刚才说过，三昧是一，在本经经体上，三昧就是清净心、平等心、觉心。清净心是小乘的定功，声闻缘觉证得的，在我们净土宗教四一心不乱，清净心就显现了。这个境界等于阿罗汉、辟支佛。大乘菩萨
在向上提升。华严经上讲52个位次，菩萨51位，上面是妙觉，妙觉是究竟佛果，总共52个等级，52个层次的禅定，这是大分。那每一个位次细分呢，无量无边啊，大分呢52个，华严经上说的，怎样能够证得？持戒、修定、开慧。啊，持戒的目的是得定。要真正得定，张家大师教过，放下。啊，他老人家教给我，看破放下。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为什么要放下？一切法不是真的，我们把它当作真的，这是迷了。啊，海贤老和尚自行化他一句话，常常提醒别人，这是他的真言，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啥都是假的。这是他看破了。那一心专注在佛号，万缘放下。这是末法时期，阿弥陀佛给我们无比殊胜的方便法门。我们知道啊，三空三昧不容易修啊。我们没有办法啊，空实际上怎么样，着了空啊，空也没有啊，空一空啊，执着在空一空，他总执着，总不能把它彻底放下啊，这是众生病根啊，这是修行的难啊，难在此地啊。净宗的方法就是让你一切放下，执着一法，这一法就是阿弥陀佛，这叫待业往生。这个方法方便多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啊，你很多同学们都知道的。地贤老和尚有个徒弟郭鲁匠，也是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中年40多岁了，找到地贤老和尚，他们两个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同一个村庄，小时候的玩伴啊，走到真的走投无路的时候，找到了小时候玩伴啊，地老和尚看到出家不错啊，不愁吃不愁穿，日子挺好过的，
非常羡慕，要求出家。地仙老和尚不答应。那为什么不答应？年岁太大了，学什么都来不及了。出家至少寺院的五堂功课他就没有能力。那么你在寺院里头待着，别人都瞧不起你，这精神生活很难过。但是他最后他还是一定要出，坚决要出家。老和尚给他谈条件。你真的要出家，我有个条件，你能不能接受？能接受我收你，不能接受了那就没办法了。他说你什么条件我都接受，你说的我都听。李老师好，给你剃度，不要住在道场。在宁波乡下有很多小庙没人住，废弃了。这是破旧的嘛，没人住。我给你找一个。我再找几个在家居士。那个时候地老也小有名气。皈依的弟子不少。找两个人护持你。每个月供给你的粮食。再一点买菜的这些钱给你过日子。找一个老居士女居士给你上两顿饭。早晨自理，中午晚上他来替你烧饭，给你洗衣服。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会念了，这个会念。别的不会，这一句会念，你就一直念下去。他真听话，真干。老和尚教他这句佛号，不要丢失。念累了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不分昼夜。他真听话，真干，念了三年。欲知是知，怎么知道欲知是知呢？往生前几两三天，他看看他的亲戚朋友，告别了，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连地仙老和尚他也没有时间去告诉他，那个时候交通非常不便。从关中寺走到他这个小庙的时候也得要走一整天。告诉照顾他的这老居士老太太跟他讲，明天你不要替我烧中饭了。老太太以为这两天他出去看朋友，是不是朋友请他吃饭？到第二天，还是不放心，来看看。叫师傅，师傅没人答应。到处看看，小庙门都没有关嘛。看到师傅在房间里面，手拿着念珠，面对着窗口。西方站在那里，叫他不答应。仔细一看呢，死了，站着走的。这老太太也吓到了，一生从来没有看到人是站着走的。赶紧通知几个护法护持他的人，大家来看到之后，马上派人到关中寺去。给地老报告，
这一来一去三天，啊，他在那站三天。地老看到这里，欢喜，赞叹，啊，你总算没有白出家了。弘宗言教的法师，弘宗禅宗的法师，言教是教下讲经的法师，比不上你。名山宝刹的方丈住持也不如你啊！地老常常引用这个徒弟的成就，三年念佛，劝勉大家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海贤跟郭楼匠性质完全相同，都是不认识字啊，都是老实听话正干。啊，行功念佛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不拐弯，就是没有杂念，没有掺杂任何东西在里头，就一句佛号啊。那我们知道有这样天赋的人，这是莫大的善根的，师父了不起，师父认识人了啊，教你这个法门，你决定成就啊。锅炉匠至少他念到功夫成片，所谓功夫成片，就是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这叫功夫成片，见思烦恼没断，完全扶住了，扶烦恼不是断烦恼，这就有资格往生了啊。念佛念到这种这样的功夫，这不是很高的功夫，阿弥陀佛就会来告诉你啊，一定现身给你看。楞严会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所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听见佛啊，这是现前，你还在这个世界，佛或在梦中或在定中为你实现，告诉你，等于给你受记，让你的信心愿心决定不会动摇啊，会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等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你往生，第一次见面啊。很多有福报有智慧的人见到阿弥陀佛不容易啊，见到之后啊，向阿弥陀佛要求，我有的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走，这种情形很多啊，谁愿意留在这个世界呢？我们看《净土神仙录》，看《往生传》，念佛三年往生的人数太多了，是不是他们寿命都是三年就到了？不可能，那讲不通。
啊，锅炉匠是不是三年寿命到了？我不相信，他才40多岁。啊，肯定是跟佛说，我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说。啊，那么佛就可以给他约定。啊，我什么时候来接你？在这个期间当中，你可以准备后事。啊，实际约定的时间到了，你就见到佛了，佛来接引。啊，两次见佛，现前见佛。啊，我们读慧远大师的传记，经中出处，他现前见佛4次。啊，他也是受阿弥陀佛的嘱咐啊，临终啊。这个不能马上就走啊。啊，等大众员工的道场东林念佛堂123个人，个个都能往生。员工就可以走了，还有一个不能往生，他要照顾他了。那这个情形我们能理解啊。海鲜老和尚20几岁他就可以往生了，条件够了，我相信见佛了啊，他修得好，为什么？听话，真持戒，不是假持戒，老实人啊。所以阿弥陀佛要他做榜样，叫他表法。我相信他寿命没那么长，应当只是七八十岁。啊，一直到见到这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士。这部书是弘林法师大概用了10几年的时间，收集许许多多的资料来证明啊，帮助现前不少人化解疑惑，对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有疑惑，对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有疑惑，对我们这些年依照这个法本来修行的人有疑惑，来为我们作证呢，应该是佛告诉他，什么时候你看到这本书，佛就来接引你了。所以他有人送这本书送到他们小庙啊，他不认识字，什么书，大家把它说出名出出来，这本书书名啊是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他听到这个书名非常欢喜，像如获至宝啊，天天在等，终于等到了啊，马上穿袍大衣，要求大家给他照相啊。他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别人给他照相啊，主动要求就这一次，没有想到照相之后第3天就走了，走得那么潇洒，走得那么自在。
啊，那么这个表法的用意非常明显。啊，是这个十几二十几年对于这个法本的排斥、批判非常严重，史无前例。啊，老人来做证明。啊，过去有人劝过我，要我放弃下联句的汇集本。啊，我们通通去学康僧开的本子，康僧白的本子学过。我早年在台中，老师也为我讲一部《无量寿经》，康僧开的本子。啊，下联句这个本子是老师见到之后，啊，这本书六行老法师从大陆带来的，带了几本，啊，他亲自参与下莲宫的法会，这本在台中，老师看到前面一篇长序，是他老师写的，没关系，老居士。啊，李老师早年学教就是跟湄公学的。啊，他欢喜，非常欢喜，亲笔用毛笔写的注解。啊，段落像扣盘通勾出来，在台中法华寺讲过一遍。啊，当时应该也有人批评，但是并不严重。啊，老师的警觉性很高。讲完一遍之后，这个本子就收起来了。我在台中，好像第三年还是第四年，我记不清楚了，老师把这个本子交给我。啊，我能看得懂他老人家的注解。啊，我看得非常欢喜啊。啊，正好遇到韩馆长，那是护法，他50岁。啊，我就想我们讲这个本子给他出手。啊，韩馆长印了3000本，我到台中向老师报告。啊，我在跟老师10年期间，无论什么事情，我要向老师请示。啊，纵然在国外，回到台湾，第一个去看老师。老师告诉我，语言不成熟，你还是收起来。啊，如果有人批评，你年轻，资历很浅，你挡不住。啊，在那个时候我们很真的不了解这些事。老师不同意讲这个文字。啊，所以我们在台北就改讲楞严经。我在台中主修的是楞严。啊，老师讲一遍我也讲一遍。老师星期三讲，我星期四讲。
把老师所讲的重复讲复讲啊，一堂不缺啊。这个是我在台中所扎的，这是根，大乘的根。啊，到以后果然遭遇到这么多问题。啊，最初有人反对，但是有人给我挡架。赵朴初老居士、明山老和尚，啊，他们两个在是我的护法，所以我到中国大陆没有人敢批评。啊，如果有批评，他们两个人就出来了。啊，这两个人都往生了。我还有个老朋友，天主教的赵，总主教，对我也非常关心。啊，也是护持我的。这些人都走了。啊，所以我在到中国大陆就很少去了。啊，去的时候看看一些老朋友。回到家乡去祭祖。我就这两桩事情回大陆。啊，难得遇到海鲜老和尚，他往生之后，他的弟子印智法师到香港来看我，带着光碟，我才知道有这回事情。啊，诸位看到我这些账，这些账是老和尚送给我的。啊，这是传了好多代，指定一定要送到我的，送到香港交给我。啊，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一支是佛指的，这一张很庄严。我看得很欢喜。啊，在深圳佛指的。我希望能够佛指48处，啊，阿弥陀佛的48愿，将来每个净宗道场专修专弘的，我们都供养西藏。啊，所以老师在，我有依靠啊，老师不在，我依靠没有了。我这一眼一离老师往生那一天，特别我把这个红色的袈裟换成袈裟色啊，这是佛制的。啊，黄海清，红袈裟我再不用了。啊，我搭这件衣，就老师加持我，老师没离开我。
啊，所以人家劝我，我决定不能改。我说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我相信。为什么？老师给我的，老师不会害我，老师不会欺骗我，老师给我的，我有任务要把这个本子发扬光大，要普遍弘扬。那如果我改了本子了，那我真正有罪名，净空法师被师叛道。啊，老师同学很多，老师为什么不教给别人，教给我？我能体会得到啊！啊，我用老师的本子讲这部经，先后讲过十次。啊，用黄念祖老居士注解，啊，讲注。讲经讲注，这是第四次。啊，晚年我回头了，我再不回头，往生没把握。啊，华严最喜欢的经典放下了。那这个法门简单容易，只要死心塌地，成就之高是没办法估计的。啊，海贤老和尚念到理业心不乱，啊，他功夫成片，我估计三年，跟锅炉匠差不多。到这个程，这个等级之后，再向上提升，顶多三年五载。他提到四义心不乱，四义心不乱，阿罗汉呢？清净心现前，智慧开了。啊，再继续向上提升，也是三五年之前。所以他的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的境界跟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相等的。那老和尚自己说，我在光碟上听到的，我什么都知道。这一句话如果不是真正明心见性，说这句话是大妄语啊，什么都知道，是明心见性的人，他什么都不说，为我们表这个法。这个时代是乱世，尤其这个时代提倡无神论啊，你说多了麻烦就来了，不如不说。啊，做一个种田的老实人，没有人瞧在心里，平平安安。啊，境界不断向上提升。不是普通人呐，我们走这个路好啊。走这路有把握，能走得通啊！要相信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但是众生根性不同，我想想自己烦恼习气很重啊，比一般人是轻一点，但是跟李老师比，我就不如他。我在他麾下十年，他
他给我的要求是五年。啊，我去拜老师是有条件的。啊，介绍我过去的是参云法师、朱金州老居士。啊，朱老跟他是好朋友，他们年龄大概差不多。介绍我过去的。啊，那么他知道我跟过方东美先生，跟过张家大师。啊，所以给我约法三章。啊，第一个，你要拜我做老师。从今天起，只可以听我一个人讲解。啊，任何法师大德居士讲经不准听，这第一个条件，只听他一个人。第二个条件，看文字，无论是经典或者是世间这些书籍，没有经过他同意不准看。这给我条件。啊，第三个条件呢，就是期限，不是无期限的，五年，五年学戒，就学这个戒，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我问问其他的人，老师没有给他这个条件呢，没有啊。啊。周家林没有啊，徐显明也没有啊，单单对我有这样的限制。老师走了之后，我98年，在新加坡讲经。严培法师以前是台北善导寺的住持，他大我10岁，我们认识很早。我到新加坡，他到机场去接我，我都不敢当啊！啊，这是一个讲经教学的法师，著作几十种啊，著作等身啊。啊，请我吃饭，请我到他道场讲开示。他是修弥勒净土，啊，不是修弥陀净土，修弥勒净土。啊，我赞叹，赞叹弥勒净土，赞叹老法师，严公老法师。赞叹同学，那一天听众大概有600多人。完了之后请我吃饭。啊，告诉我，他是从小出家，10几岁出家，沙弥，他是跟地贤老和尚。地老和尚呢，给他约法三章，跟李老师跟我讲的时候完全相同。我才恍然大悟，这不是李老师的，自己创造的，过去祖祖相传。啊，但是他没听话。太虚大师在厦门办佛学院，啊，他对太虚大师也很仰慕，偷偷地逃出来到厦门去了。
真可惜。他要是能够听话，跟定地仙老和尚，他是天台宗一代祖师。燕培很聪明的，通宗通教啊，很难得了。那么跟了太虚法师，完全学是新派的佛学。实在讲，把佛学当作知识来学习了，这个方向路子完全不对了。啊，我这个路子虽然三个老师，一个路子，啊，方东梅先生帮助我认识佛教。啊，本来对佛教误会很深，这个误会化解了，知道佛法是大学问。啊，知道佛法有大利益，啊，不但自利，而且能利他，能利益一切众生，非常值得学习。那么在张家大师坐下了三年，大师对我也特别照顾。啊，我们是每一个星期见一次面，星期天。啊，他给我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有问题他给我解答。啊，这个老人家我们看他的照片，他就像照片上那个样子，行住坐卧都在定中，言语少，没有废话，啊，我跟他三年，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就是我在这之前，包括我跟他学习，也是把佛法当作知识来看待。知识分子嘛，啊，对于修行功夫，没有放在心上。啊，头一个障碍就是对于戒律产生很大的误会。啊，我们心里想是，我们是现代人，21世纪的人，佛的这些戒律生活方式是2500年前印度人的，这个东西我们要学习的吗？没有必要啊。啊，那么他的典籍啊，所讲的道理啊，乃至一些方法智慧，这个我们有啊，尤其是许许多多跟今天这个科学能够接轨的，这个太难得了。啊，那么张家大师真有智慧，善巧方便，对我的关怀照顾让我感到感恩。我一个星期啊，什么一去没有跟他告假，他就会打电话来叫他的副官，他的侍者打电话，是不是生病了还怎么样，这怎么今天没来啊，这样的关怀让我不敢偷懒。啊，每个星期天都要去跟他老人家见面。
向他老人家汇报，我这一个星期学了些什么。那么他每一次离开，他一定送我到门口，会轻轻说一句，戒律很重要。我也是当耳边风听，也没在意。老人走了，我跟甘珠和府，他身边一些人在火化场，他火葬特别给他建的，不在一般，特别给他建一个塔。在那搭个帐篷，他们住了7天7夜，我在住3天3夜。我在反省，我这3年，老人到底教了我些什么？我学到些什么？这一反省，第一个概念就是想到戒律很重要。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么多遍？又不直接说，直接说怕我听着受不了跑掉了，不跟他学了。所以用这种方法轻描淡写。所以我觉得老人往生，我觉得他是为我表法的，让我警觉到，这才重视戒律。想了2个星期，想出一点门道来了。佛法是处世法，是要超越三界的方法，超越十法界的。中国的儒跟道世间法，乃至于所有宗教，都没有超过天道，那在佛法讲世间法。这升天的天堂的天，欲界天、色界天，大多数是欲界天。为什么？它欲没断嘛。欲界六层天呢，是他们的归宿啊。那这个修行东西可以改变的，要超越六道轮回。要超越十法界，这不能改啊！这如果一改的话，这就去不了了。我想的这个道理，想通这个道理，这在读戒经、戒律的书，我才找来看。没人教我，我想学，没人教我。我在台中学，想学礼也、礼记也，老师不教我。我向他老人家请法，他没有拒绝过的。请华严，他也没有拒绝。但是我给他请讲理的时候，我好像5、6次，请了5、6次，他才勉勉强强给我们讲了几篇。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没人真干。我讲了，你们不照做，白讲了。那有什么意思？就我在了解。真正想学，真正肯干，他教，他不是不教。那么真想学的人越来越少，学习的条件不具足。我跟方东梅先生原本只是想到学校旁听他的课程。我写一封信，自己介绍自己，写了一篇文章给他看。1个星期，他回信给我，约我到他家见面。我们是同乡，但是不认识。小时候家乡的状况，向他做个报告。抗战之后过着流亡的生活，
四年没念书，社学四年，啊，所以问我的学历，我初中毕业，南京第一中学，读了半年高中，高中一年级读了半年，国共战争爆发了，又要逃难。啊，我逃到台湾，在台湾举目无亲的，没有人照顾我。啊，所以必须要找工作，要自己能养活自己。啊，诸位想想看，没有学历，没有经历，没有任何关系，没有背景，这个生活多艰苦。啊，我从小知道自己的命运。啊，所以我不怨天不由人。逆来顺受我。啊，喜欢读书。喜欢思考一些问题，啊，用心很专一，啊，一切浮华奢侈没有染上，为什么？没有钱呢？一个月的生活费用非常紧张，啊，但是想读书。想买书，我的钱都买书买掉了。啊，我在台湾那么多年，生活费用一个月过得最低的，我只用8块台币。啊，吃住是公家的，不要钱。啊，生活费用那个时候，一个月的时候，50多块钱。啊，我省到那种程度，跟老师一种一致，日中一时。我那个时候是吃两餐，啊，过午不食，晚上这餐饭断掉的。啊，老师一天吃一餐，几十年了，啊，我就跟他学。我学到第8个月，我才给他报告，说老师，我现在也日中一时了。多久了？是8个月了。身体怎么样？身体很好。桌子一拍，永远不要再不要改变。人到无求，品质高，生活简单嘛。可是我还是赶不上他，他一餐饭2块台湾钱。我一餐饭要3块，为什么？我吃的量比他多。啊，他一个月生活费用60块，我要90块。我在台中的时候，啊，出家之后再回到台中，老师告诉我，一个月你如果用钱超过150块钱，你就不是出家人。啊，那么我们在讨论饮食这个问题，我向他报告说我的这个心得。啊，饮食是正常的，能量的消耗与饮食要成正比例。你消耗的多，你补充能量不够，你会得病啊。那么能量消耗。消耗到哪里去了？我跟老师报告，亡念。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世，比丘日中一时没问题？他心是在禅定当中，他没有杂念，他没有妄想。
啊，老师完全同意。啊，我看到老师的工作量是我们一般人五个人的工作量。他一天吃那么一点东西。啊，由此可见，劳心劳力消耗的能量不大。最大的就是妄想。一天到晚胡思乱想。那个一天三餐还不够，还要加点心。啊，我悟出这个道理啊，老师给我肯定啊，认可了啊。那么以后离开台中出去讲经，讲经是接受都是年轻的同学啊。我在国外这么多年，无意当中接的啊，很多人不知道啊，那就是慈光大专佛学讲座啊，清国和尚知道啊，这个讲座的来源是我跟老师做的建议啊，台湾大学陈锡社成立了，周宣德老居士，他是当时台大教授，虔诚的佛教徒啊，跟李老师关系很好，他们都是印光大师的皈依弟子啊，把这个信息到台中亲自告诉李老师，李老师很欢喜啊啊，佛教一般都受社会大众批评迷信，现在大专学生学佛，教授们学佛，总能够让大家耳目一新，这不是迷信的。啊，老师非常高兴。啊，他离开，我们送周老师。啊，送他之后回来，我就跟老师说，我说老师，这种事情未必是好事啊。老师瞪着眼睛看着，怎么不是好事？我说那是大专学生的高级知识分子，如果万一跟他们讲佛学把他讲偏了讲错了，将来谁能够帮他们纠正过来？老师听我这个话之后，马上态度就冷静下来，想了一会，这你说的有道理，那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这慈光图书馆呢，我们可以办讲座啊。我说利用星期天，台中附近那时候都是走路嘛，能够走到图书馆上课的，每一个星期天，上午两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中午招待学生吃饭。啊，寒假暑假我们看能接待多少人，要提供吃住啊，能有多少供给多少，我们故意有个名额发到全台湾各个大学佛学士啊，他们学生欢迎他们来学习，要报名参加这个大专讲座。办了几十届，每一届我都参加，所以我跟学生们就生活在一起了。啊，学生们听不懂的地方我不那么解释，我来当助教。啊，跟他们就有很深的感情。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出国留学，啊，拿到学位，在外国工作了。我一出国听说我来了都打电话要求啊，我的语言是这么来的，慈光大专讲座，另外还有一个道安法师在中国佛教会大讲堂也办了一个大专佛学讲座，请我去做总主讲，我在那里讲了4年。这两个大专讲座的学生
几千人了。在中国的国外法源就这么来的。啊，你看，就这偶尔一句话吧，触动李老师下定决心要办大乘佛学讲座。啊，没有想到的时候，给我在海外开了这个弘法的缘分。啊，他们全世界一大多数的国家都有。啊，这是我走的一条路，最后走到澳洲。啊，在我没到澳洲之前，我在澳洲每一年讲一个月，在澳洲好像大概也有10年。就这个地方的一些信徒跟我很熟悉。啊，那么到澳洲来，正式移民到澳洲来，是2000年。啊，在这个地方建立这个道场。啊，跟联邦政府、州政府、啊地方政府的领导关系都非常好。啊，我来到此地，是移民部长邀请，希望我到澳洲来，帮助澳洲团结宗教、团结族群。啊，他们将这个任务交给格林菲斯大学来执行，所以我跟学校就发生关系。啊，跟这些校长、教授们常常见面。啊，911事件发生之后，昆士兰大学校长来找我，到图文巴来找我。啊，邀请我给他们和平学院的教授，好像是19位，19个人。开了2次座谈会，学校邀请我做他们学院的教授。我跟学生上课不多，跟教授们举行座谈会的次数多。啊，以后由于这个缘关系，学校送博士学位给我，啊，让我有这个名分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这是想不到的事情。啊，我有这个缘分，把所有宗教带到联合国。啊，在联合国大会堂，我们办为世界和平祈祷，做的都很成功。啊，所以这一次来，这一次我好像有3年没来了。啊，清宫老和尚到这儿来办戒学学习班，我说我一定要来。啊，我来学习。啊，我来当印象中。啊，希望同学们重视戒律。啊，戒定慧三学一缘，古人讲得很好啊。我记得我用这个题目，我也跟诸位讲了6个小时。三学一缘，知道是一缘，就会互相赞叹，互相尊重，佛法就兴旺了。啊，如果是三学独立，独立还能往来，那是衰相开始。独立之后不相往来，佛法就衰了。
严重的是互相批评，互相毁谤，那佛法就没了。社会大众听到你们自己吵架，自己争名夺利，自己不能学，算了，我就不学了。想学佛的人退心了，这是断众生法身慧命，果报无间地狱。我对外面、对自己家的人，同样都修净土的人，对其他不同宗派的人，乃至于对外面不同宗教的人，这些概念都是李老师传授的。老师讲华严，华严讲什么？整个宇宙跟自己一体。慧能大师所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是一个，万法是无量无边，只有佛法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讲得透彻一体能不爱惜吗？一体能反对吗？眼睛能反对鼻子吗？鼻子能为一反对心脏吗？一反对人就生病了，严重就死亡了，就要命了。所以不同的器官就像是不同的宗派、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群体，要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有问题坐下来谈，不能批评，不能反对不能造孽，不能造罪。老师一生对人，无论对什么人，恭敬尊重这是我们从他身上学到的。他身形言教像海鲜一样做得很彻底。唯一的期望，希望底下一代人才能出来。佛法慢慢能普及，能发扬光大。我们今天对这个很有信心。为什么？整个世界的社会走向了存亡急绝的边缘。而且就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在最近的10年20年，心它就兴起来了，兴不起来就忘了，就灭亡。这一代人责任多重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词、一切行为，是把世界带向毁灭，还是带回头来把它救起来？真不容易真难我们有信心，那就是我们想找群书之要，我们心里想要憋思库的，像群书之要这样的方式给他编一部书过学之要。
居然能找到我了。我只想这祖宗加持啊，啊，应了当年张家大师教导我，只要把身心奉献给佛法，奉献给佛菩萨，奉献给一切众生，你的路佛菩萨替你铺的。我听到这话，好啊，这我多省事啊，我不再为自己操一点心吧，佛菩萨铺的路，无论是顺境逆境都是帮助我提升，感恩，感佛恩，感众生恩，啊，顺境感恩，逆境也感恩，啊，回报我的，我感谢他；侮辱我的、陷害我的，我都供长生派位。我每天给他回向，感恩他。为什么呢？他得来考验我，我关关通过，我没有把这事情放在心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那我往生之后也会来接引他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经上所说的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我们常常想到这里，一切都化解了啊，真的得大自在，法喜充满了啊，什么都是你。那这些年我们有这个缘分，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的会议，先后参加十几次啊，现在年岁大了，不想走了，不想动了，希望年轻的人接着做啊，我这些影响力的时候贡献给你。啊，看到了一道曙光啊，那就是中国现在的领导人习主席，他接受了，他真干了啊！我是在信息里头，同学们转给我，我不看报纸，50多年没有看电视，没有看报纸啊，不听广播，我连手机都没有啊。我们这里虽然有电视，没有电线，没有电线收不到信息，只是我们自己学习用的啊。人才能勤俭，知识少是烦恼少，是人多处是非多啊！我在老师那里学了很多东西啊！啊，这走的是菩提大道啊，佛菩萨照顾我们，什么都不操心啊，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你有一桩放在东西放在心上，那就是造作业报的根源啊，不许不允许啊，一定要想到戒定慧三学，戒里头有定有慧，慧里头有戒有定，定里头有戒有慧，一二三，三二一，它是一体，决定不能分家。那我们修戒为什么？为得定，得三昧。得三昧为什么？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真正见性了，我们才算毕业了，这学习圆满了。小乘阿罗汉是无学，大乘明心见性就无学啊，到那个时候，变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
没有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心现识别，全知道啊。对，老和尚说这个全知道，我们听了心里明白。啊，他已到什么层次了？啊，至少原教初住，别教初地，不是凡夫啊。那为我们来表演，怎样才能真正在一生当中往生到极乐世界？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3年五载，应验就现前了。啊，彻悟没有，有小悟。有个10年8年呢，就有大悟，大悟就很管用了。啊，彻悟是见性，啊，彻悟是经上的觉，觉是彻悟。啊，你看清净平等，清净小悟，阿罗汉辟支佛小乘境界，平等大乘境界，修什么？明明白白的摆在这里，这是因呐，不能染污啊。要清净，要平等，要觉悟。啊，果呢？大乘，大乘是表智慧。无量寿，无量寿是德行。庄严，庄严是相好。你看看。你修这三样东西，你得到的智慧、德能、相好，就是《华严经》上佛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相就是相好，全在经体上啊。”下莲宫会议的经体会的太妙了。啊，清净平等觉经是汉译的，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是宋译的。你看两个经体合起来，合得太妙了，把经宗啊全部都显示出来了。啊，我们这一生能遇到这个经，啊，李老师遇到了，但是。黄念祖的注，李老师没遇到。我曾经听说，老师告诉我黄念祖这个名字，所以我出他的名字就觉得有很熟，想很久，像老师说，啊，他是没关系的外孙，夏天去老居士的学生，啊，我这才接受了。美国那边要邀请他，我说赶快邀请，我们可以在美国见见面。哎，因为他是金刚上师，原来是想邀一个密宗的来传密法。我说我们修净土，搞一个密宗来把我们搞乱了，我不赞成。最后我就想起这个上师叫什么名字，这叫黄念祖，这很熟。啊，想了很久，想到老师提到过，我说那这个人跟我们有关系，啊，我们算是一家人。啊，所以我们到在美国一见如故啊。他当时这个注解做成功了，但是是初稿，啊，还没有经过修订，啊。影印用那个蜡纸影印啊，那种本子顶多只有100本，再印多了自己不清楚了，模糊了，
他带了一本到美国，大概是选的最好的一本送给我。啊，我一看欢喜无量，马上打电话问他有没有版权，你问这干什么？我说没有版权我就翻译，有版权我尊重你。他说没有版权，还要我给他写篇序文，要我给他题字。所以我在台湾印了一万册精装本，一万册啊，那个本子很值得纪念，因为它是原稿本啊，现在本子都修订了好几次啊，内容比那是丰富啊，那是历史啊，很有纪念价值。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老师难遇啊，哪有那么好的命运呢？我这三个老师加上个韩馆长，少一个我都不能成就。那韩馆长给我一个安定的环境，啊，让我对于衣食住不操心，照顾我30年，不容易啊。他不是一个富有家庭的，啊，先生在一个朋友药房里面工作，啊，做这个推销的工作，推销叫没有待遇，这推销的时候在当中拿佣金，啊，所以生活很苦，不是很富裕的，这样子护持，所以我感恩呐。啊，少一个都没有我今天，大概早就往生了。啊，寿命只有45岁，45岁，我这三个朋友，我们都同病相怜。啊，三个都出家了，好朋友，法融法师。3月走的，明严法师跟我同一个师父，5月走的，我7月在大觉寺，基隆大觉寺戒下安居讲楞严经。我记得是我只讲到3卷，楞严10卷，讲到第3卷，我得重感冒，我就晓得轮到我了。啊，我也不找医生，也不吃药。啊，那个时候，台湾大学有一个同学，政大。有一个同学，师大有2个同学，4个同学照顾我。啊，我说不要看医生，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我命寿命到了，所以帮助我念佛求往生。啊，他们同学下了课之后有时间。就来陪我，啊，替我煮一点稀饭，吃一点咸菜，1个月恢复了。啊，恢复之后就继续讲经。啊，这一关过了。没走啊，我一生没生过病啊，没有进过医院，医院没有我的病历。啊，在
台湾选总统，第六届蒋经国出来选总统，那一年我们做了一个人王护国法会，我在法会里头讲人王经，遇到甘珠和夫，我们也很久没见面了，看到很欢喜，他叫我坐在旁边，告诉我，他说你讲经的功德，那时候讲经12年，那年12年，你的命运转变了。他说过去我们在背后都说你人很聪明，可惜的短命，没有福报。啊，他说你这个12年讲经的功德，不但寿命延长，他说你有很长寿，你寿命很长，你后来的福报很大。我都没想起这个。啊，但是在台中老师对我们一些年轻人相貌很薄的短命的，老师看得出来，通通劝我出来修了讲经。老师说讲经对于延年益寿帮助最大，所以做寿啊要懂得了。做寿什么方式最好呢？真正延年益寿呢，请法师讲经啊，来讲无量寿经、长寿经啊，开这个法会，名扬两利呀，这个功德大，这一般人不懂啊。那么是什么？永远有感恩的心，每一个众生对我都有恩德。啊，知恩报恩，不知恩不晓得报恩。啊，人家供我一钵饭，这一钵饭的恩不能忘记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培养自己的厚德，那积功累德，愿心永远不退啊！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榜样，他带着头，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因为我在台湾一个人没有牵挂啊，劝我学释迦牟尼佛啊，他叫我看的第一本书《释迦谱》《释迦方志》，那个时候这个书台湾买不到，我们到善导寺太虚图书馆藏经里面找出来抄，我记得我还抄过十几部经，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现在印刷书太方便了啊，所以我接受同学的供养，四种供养啊，生活已经不需要了，不需要用钱了，我把这个钱我没有见到账啊，通通印经布施，布施到全世界，这就是台湾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布施的种类很多啊，不同的宗派通通流通
啊，只要有人找到，我想要印密宗东西，印小乘东西，我都给他印，啊，都送给他们。这是发愿殊胜，广结法缘。啊，传统文化我们真的怕它断掉。传统文化是大乘佛法的根，没有传统文化，大乘佛法不能存在。那现在传统文化有问题，我们也就这根了。啊，怎么救法？典籍四库全书，四库还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啊！啊，台湾四库全书是一部，在故宫博物院，徽要也是一部孤本，在台湾的读书人。常常提心吊胆，怕一个动乱，一个灾变，这个东西损失掉了，那就完了。啊，都希望这部书能够翻印印出来。啊，这20多年前，难得商务印书馆真的印出来了。我问总经理，印了多少部？300部。啊，会要世界数据印的，啊，印了200部，分量太少啊！啊，民国100年，政府好像为了纪念100年，通知了2个书店，能不能再办？那个书店老板求个通知我，我赞成，哦，太好了，啊，我给商务印书馆说，我要100套，啊，我说老价钱，不能涨价，啊，虽然10年了，我还是老价，老价钱过去，1套美金50000，他同意了，给我这个价钱。我买了100套，美金500万。啊，会要，我问世界数据，我说我给你订200套。过去我买会要买了70多套，啊，全书只有1套，在我们现在讲堂的，就每天早上讲堂柜子里头，那就是我买的一套。啊，那是上一次商务印书馆最后的一套，啊，卖给我了，所以我给他订了100套，会要订200套，啊，不够啊，以后我向商务印书馆又买了11套，也总共买了110套，这是全书。啊，会要给他买了，大概是270多套，分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这样子不会失传了。啊，再大的灾难不可能完全毁灭，啊，肯定要留下来，用这个方法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啊，如此我发现了。那么第二个呢，现在想起来了，得要人去弘扬啊。啊，弘扬什么？要培养老师啊，要培养儒释道的老师，要培养群书之要的老师，要培养四库全书的老师，得有人来教我。所以我就想起汉学院，汉学包括儒释道。啊，要培养师资，能有一批老师，利用现在高科技教学的方法，
有个几十个老师，我们再建一个无线电视台、卫星电视台，啊，24小时天天在讲，天天在教。只要有学生想学哪一门，我们就请老师讲这门。啊，这个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普遍全世界。行吗？行。我这次来之前，大概一个星期吧，我有人告诉我，英国现在他们的教育部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通通都开中文课程。啊，从小就学。有人问他们教育部的官员，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做法？他们的答复，将来中文就像现在的英文一样，会全世界通用，你要不学，以后就赶不上了。他们要从幼儿园教。啊，那么印尼也是的，全国中小学学中国传统文化，啊，这回教国家太难得了，我看到了很感动啊！啊，他们是把中文东西翻成印尼文，啊，有中文对照，啊，所以。习主席在欧洲访问，这些谈话，特别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这里面很多国家大使我都认识，啊，他们来告诉我，他们现在对中国文化有信心了。过去听我讲，现在听主席讲，说主席讲跟你讲的一样的，我们有信心。啊，好事情！啊，都是祖宗之德，祖宗安排的。啊，我们想什么，这东西会出现。啊，这就不可思议。啊，群主之要，我们想了3年，想到了。啊，过学之要，想了好多年，我想找人来替我做。啊，结果没有想到。民国初年已经有人把它做好了。啊，我得到这部书如获至宝啊。这是什么呢？四库全书的钥匙。书先从哪读起？从这读起。你读了这一本，你对四库完全了解了。啊，你要想学什么东西，你就自己可以去选择了。它是四库的钥匙。啊，全书之要好，我们这里还有同学都知道，唐太宗下令编典，主意是从他来的。啊，27岁做皇帝，他是将军，天天忙着打仗，所以读书很少。天下平定了，他做了皇上，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怎么治理？所以他就想到了三皇五帝，一直到前面一个朝代晋朝近代，这2500年当中，古圣先贤的教训，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教训都在四库里头，啊。他成立一个小组去收集，统统抄下来，抄成一部书《群书之要》，50万字。那这部书我们得到了，我们马上很快把它印出来了，样书送到这个地方。啊，我住的是这山上进士，啊，在我小客厅小桌子上摆上。大家围绕着在欣赏，悟仁师的妹妹那一天在场，突然跪下来说：“
我是李世民，我一听说唐太宗附体，我就请他坐，他不敢坐，一直跪在地下感恩。我说我没有对你做什么特别的好事啊，他就说出群书之要。哦，我明白了，他从地狱出来，为什么堕地狱？建国的时候打仗杀太多人，杀业堕无间地狱，应群书之要，他这个功德他离开地狱。告诉我，这部书可以救中国，可以救全世界。啊，说完之后道谢，他就离开身体，离开这个人死妹妹的身体，到哪里去了？到我们念佛堂来念佛听经，大概待了一个多月离开了。听说现在，听说升天，升天一段时期往生极乐世界。让我想到他的功德真大了，他这一部书千年万世都管用啊，他是真理，不受时间控制，不受这个时空的影响，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管用啊，能救全人类，这个功德不得了啊。啊，所以最近我有想到群书之要是近以前2500年，那么从唐以后呢，唐宋元明清这五代，这五代的东西不少啊，再编一个群书之要续篇，中华民族可就不得了了，中华民族救了全世界，救了这个世界千年万世。这是什么？这100万字的这部书正续篇，全书正续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当中的精华啊！读这部书等于把中国传统文化全部都学到了。我会想啊，我没有能力做，我会想啊，所以我现在的希望就希望这个汉学院啊，现在马来西亚有汉学院，香港有汉学院，印尼有汉学院啊，希望汉学院来完成这工作啊，这工作太伟大了啊，一方面培养群书之要的老师，一方面编续篇啊，这是真实功德里面的功德。为什么？救一切苦难众生，让这个地球永续的安定和谐，这功德大了吗？史无前例，没有人能做到，现在人能做到啊！但做这种事情，首先德行的修养啊，真正发大菩提心，为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永续的发展，为全世界苦难众生，为千年万世之后的世世代代苦难众生，这功德得了吗？一切诸佛都称赞不尽啊！市长前天来访问，
同行的有一位部长，他管农民，管农渔森林，是吧？有部长，联邦政府的，啊，还有三位国会议员，我给他谈这很有兴趣啊。啊，我说如果托马市长支持，我们在这个地方办宗教大学，啊，希望政府拨一块地给我们，每一个宗教建一个学院，啊，围在一起建一个学院，我们团结全世界，团结宗教，团结族群，啊，发扬每一个族群的优秀文化，把文化融合在一起。当然，这个文化，中国文化是主体。唐恩比莫斯说的，不是我们讲的。所有的宗教回归教育，宗教互相学习，互助合作，共同向上提升。啊，宗教是一家人呐、啊，在大乘佛好像，全世界宗教是一体。中村康隆老和尚的话，日本人，我到日本去的时候跟他见面，他那一年100岁，啊，他103岁过世的，告诉我，全世界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观音32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化什么身，讲得好啊，非常难得啊，都给我们启示，我们要认真努力。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啊，感谢钱老和尚光临指教，谢谢。